In little over a decade since its founding, the Tao Dance Theatre has staged performances in more than 40 countries to widespread acclaim. It was the first Chinese modern dance troupe ever to perform at the Lincoln Center Festival and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The troupe's founder and creative director Tao Ye is today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horeographers in China.这个作品比较有意思，是我们开始从这个作品当中寻找圆运动，就我们这套运动的系统叫圆运动，他们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用头顶画圆，而垂画圆，肩、侧勒、肘腕，或者是个胯、脚后跟、脚趾头，就是用你的意识，然后注入到身体的动念，所以你就可以出现无穷无尽的动作，比如说我头顶胯到膝盖胯，就是川流不息。 这个过程，头顶、下巴、鼻尖、眼睫毛，微观到毛孔，你都可以从一个意识当中出现一个动力，然后由这个动力传下去，像水一样流下去，然后到脚趾头、胯、胯骨、耻骨后面尾椎、脊椎一节节再拉上去，身体就自循环变成了一个圆，出去再回来。 做舞者或者你要当一个舞蹈的艺术家，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要有一种神圣的心态，你要去供奉它。比如说，你通过压腿、下腰一点点的动作，你要每天唤醒它，是很神圣的。所以你一辈子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跟身体身心的关系一直是接续。其实我小时候学跳舞是非常有障碍的，因为我不喜欢，我是一个不喜欢表达的人，不像我现在。 我小时候是很自闭的，不说话的，然后我的头发也是盖住我的眼睛，不与人交流，但是因为我天生就是所谓的条件好吧，柔软度好，所以我被送到舞蹈学校，然后在整个舞蹈学校的时候，我非常不开心，因为我每一个动作我都充满了问题，我就从小就是问题小孩，我说我为什么要跳这个，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要去表演别人，就从小我就可能有点叛逆，为什么要跟着别人学这些动作。 我之所以能进到现代舞，就是在现代，在那个金星舞团开启了这一扇通道。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舞蹈里面在训练人的七感，七种感知力：眼、眼睛、耳朵、鼻子、口，然后眼、耳、口、鼻、身、身体和意识，最后回到时间。这七种感知力是不断的在交流循环的。 这个系列叫剧场，就是我们艺术家范希跟我们认识十年的一个影像艺术家，所以他跟着我们去到世界各地拍下了这些不同的剧场，演出剧场的画面，基本上就是一个空旷的，就是只是空间建筑本身，然后在这种建筑里面，其实有些建筑本身就是作品了，就像这个，这是希腊的一个雅典的一个剧场，它整个剧场就是一个船。 然后有的剧场也很有意思，就像这个剧场一样，这是卢森堡的一个剧场，听说以前好像是个游泳池，柏林的一个剧场，它整个剧场的全是木头，全是木头，所以它的回音，整个音场做得非常的好。这个剧场，这是巴黎城市剧院，然后他们合作一个大剧场，这个剧场以前是屠宰场，然后这边是我们第二个系列叫舞者，这是我们12年。 一起跟我们在舞台上面留下每一个足迹的舞者，一共28个舞者。其实我们三个就是开始的，段妮、陶冶、王好，我们三个人开始这个舞团。你们一直都在。对，我们三个人一直在。是。所以我们第二代就是第二阶段的舞者是雷岩跟谢欣，然后到后面就开始傅立伟、王明超，就是，这都是我们摄影师范希艺术家他的想法，是在一个比如说他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不是为了一个肖像去 拍摄的，大部分都是在一个运动过程当中进行一个捕捉。第六个板块是幕后，其实我们在强调包括告诉舞者的时候，希望他们在舞台上的每一刻谢幕进到舞台都要充满敬畏，因为我们在讲每一块地胶到地面上的一个标记，像 mark 一个小的标记。
其实都是有幕后的这些英雄团队啊注入他们的心和精神给到这一年。其实我们的幕后团像君君非常有意思，他不是学舞台专业的设计专业的，他是在墨尔本大学学农业，跟植物跟小兔子天天工作，但是他特别喜欢剧场艺术，所以他加入到我们，现在是他第五年在舞团。嗯，他一直还在。对，他是我们的舞台监督和国际拓展人。嗯，张胜斌早期也介入到我们，还有范希，这是我们的艺术家。嗯，对，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那么多年对我们的拍摄，我们这些都留不下来，都成为瞬间。所以我们整个的展览叫此存在，就此刻曾经存在，所以是希望不要虚度遗忘掉过去。嗯，也珍惜现在的每一秒。然后幕后下面的一个叫排练，所以这就是我们去到世界各地的排练场。你看这个空间，其实这个空间就是舞团最早的空间，整个空间是红色的，墙也是红色的，就现在身处的这个空间。嗯，地胶也是红色的。像这种瞬间的幕后，我们走过去，从后台，这是底幕，后面穿场的一个背影。下一个是叫美好，这其实就是我们去到世界各地，看起来是玩哈，其实我们是为了倒时差。其实往往大家都以为我们出去旅游去了，我们发朋友圈，然后大家就说：“哎，你们太好玩了。”我说：“其实这是真实，这是最痛苦的。我们一听到飞机就全身发抖，嗯，路程太远。对，有的时候要坐14-15个小时，嗯。然后，这11个生命，这个就是每一次舞者在。面对舞台和舞台结束的那个状态，就是大家看到是舞台最凝练的那一瞬间，但其实真正的真实是他怎么去，比如说这是作品开始之前，每个舞者其实内心不断地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演出结束以后全是汗，虚弱的恢复的。嗯，其实这就是舞者要去面对这个行业他的生命的一个旅程。黎巴嫩这个他邀请我们两次，第二次我们去了，第一次没去，因为旁边叙利亚什么的还在战争，他们还在打仗。然后我们去到这个城市的时候，那个城市还有弹孔，所以其实也不影响他们的观众会回到剧场来看演出。当当当起配当配配当当当起配当当起当配当当配当当起当配矿倍儿倍倍倍倍倍儿把它倍倍倍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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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把它倍儿把它倍把当当把它倍把当当倍倍倍倍倍倍倍儿把它当当当当当矿倍倍倍倍倍儿倍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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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得矿起得得矿当倍倍当倍倍倍倍倍当起当起皮当起得矿起。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所有艺术的本体。我们要通过看、听、言说，然后不断地回到本体进行循环交流。然后音乐也可以是身体，建筑也可以是身体，我们的语言文字都可以是身体。早在40-50世纪的时候，就很早有人提出了身心说啊。然后包括我们，20世纪的时候也出了很多的世界的舞蹈大师，他们就提出，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个 Moss Cunningham。他又提出动作就是动作，动作就是一切，啊，他甚至用电脑的程序来编舞，所以其实这种实验早就有人做了。我觉得我们做的不是创新，而是回归到本体，通过跳舞讲故事，通过道具、舞美或者是整个装置，甚至现在还有视频、多媒体，舞蹈越来越少了，然后被所有的元素为了表达而裹挟，所以本体是什么？其实我看别人的作品，我就看那个舞者他跳得怎么样，那个舞者跳怎么样，我看他脚他的根正不正稳不稳，所以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进入到身体本体去交流的，那些部分更像是一个幻术，像一个嘉年华。那舞团是什么？为什么要让大家聚集在一起？所以就是你的信念，你为什么要跳舞这件事情，你要想得很明白、很坚定。我对这个时代的观众充满信心，这是我在世界各地演出得到最大的收获，而且这些观众也会反哺给我很多的信息和养分。那我所看到的每一次现场，他们是自由和开放的。那当我把答案给到他们，你们怎么看我们？
你们怎么去思考这个现场的时候，他们有各种的思想、创意、灵感，充斥在那个现场，啊，然后再通过之后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进行交流。所以我觉得我跟观众的关系是一个，也是一个圆的关系，循环的，他们也能给我带来意义，或者是带来一些新的方向。然后呢，我也渴望邀请他们进到我们的世界里面来。比如说，我是每个作品会有不同的身体方面运动的研究，就像我很标志性的六七八这三部作品，通过这三部作品，我一直在探索脊椎律动，形成三部曲的一个探索。那我们的脊椎如何去律动？脊椎其实是我们的轴，就很多人跳舞是手舞足蹈，手在动，脚在动，但是我们的脊椎其实是连接从头到尾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去还原，原来我们的脊椎是可以折叠、可以打开、可以旋转到旋拧的。我们讲身韵，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提沉，就是提起来，气韵沉冲靠含舔出去移动回来，这一套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身韵，全是脊椎里面的律动。就老外一直在问我们，他说你们的运动很像气体，像水一样，你们什么是气？我说气就呼吸，戏曲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它通过身体的律动，就是整个脊柱的运动，它把整个身段，其实我们讲的是身段嘛，我们就是一个腰特别长的民族，所以我们非常多腰曲段的这个运动。我们在研究脊椎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基因土壤是有关系的。那圆运动其实就以脊椎为轴来视向所有空间的开放性，啊，我们可以通过圆的转动让我们的眼睛看到所有空间，收录到我们的意识里面去，连接到它。那六七八就是脊椎研究，然后其他作品比如说二是重力，全是地面的反弹，我们把身体当球体一样，每一次落地如何借用惯性反弹回来，所以身体是一个力学关系，你多大劲儿出去决定它的远和近，所以我们把身体当成是一个像一个物理规律一样，不断的去研讨，每一个作品都留下它一个研究的痕迹。舞蹈让我们相遇，你听到我的声音，我感知到你的呼吸。每个人身体也会有或许不一样，但是东西方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在里面。就像他们的芭蕾点线面手脚，然后整个拉长延伸，其实他们的那种向上是来自于他们身段，他们整个四肢是修长的。所以其实我就看我们这个行业招收的很多的舞蹈生苗子都是按那个模板走，三长一小，手长啊，整个腿长，脖子长，然后脸小，这不是就是一个西方人从小生长就那个样子吗？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脸圆啊，我们腰长啊，然后我们臀大，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服装就会很宽袍大袖，我们是隐藏的，我们的力量是往回收裹的，就像我们的佛像一样，你不会看到一个佛像长了一个锥子脸。现代舞其实就是现在舞，在我看来就是现在此刻当下舞，就是动，每个人此刻都拥有，都拥有身体，都可以动，所以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舞蹈，它不是美国的，也不是欧洲的，它不是用欧美的标准地域的方式去界定的，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艺术形式。我觉得中国应该没有任何人不知道现代舞，应该达到这个趋势，但是如何去让每一个人跟现代舞产生关联，我觉得这个是要通过很多的普及教育、公共教育、公众教育，然后不断去接壤的，这可能也是每个时代舞者的一个使命感。通过你的身体如何去产生所有的场域，人和人的关联。从2017年开始，这个数字开始慢慢在往国内回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在2017年之前，几乎全是国际的演出，
可能国内只有一两场，然后也有国内的一些艺术机构，比如说上海国艺术节，像中国舞蹈家协会就开始委约我的作品。嗯，每一年来应聘舞团的舞者啊，然后人数开始越来越多，从最早的二三十个人到后来四五十，现在都已经有上百人了。就是有人愿意来加入舞团这件事情是让人充满力量的，就可能通过你在国内的表演啊演出，或者是你自己在自媒体去传播，中国有很多舞蹈专业啊，几乎每个城市的大学都有自己的舞蹈系，几乎吧。所以呢，那些舞蹈生去向哪儿呢？陶身体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嗯，我们今年会做教育，就是会，我们一直在做培训，舞者的培训。那这些舞者不仅仅是完全的专业生毕业，他可能是一个普高生，甚至还有素人。所以我们这十二年的确也有很不少的舞者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现场，然后最后形成了那么强壮的，然后非常有力量的身体状态。所以部分来讲，我觉得它有非常大的一个面积可以去互动啊，就是因为我在提倡每个人都有身体，关注更多人身体。但是我们整个大环境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舞蹈来做环保的事情，因为跳舞是一个自己较劲儿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人不断的造，对于世界万物来讲，不断去产生，然后不断的去消耗物质，那或者是消费人的欲望。但舞蹈可以让你全部回来，你所有的行动，你所有指向人与人的交流都可以回到身体里面，你动身体而且还很快乐。舞蹈让我们热泪盈眶，舞蹈让我们无以名状，它把我们所有的一切连接在一起，让我们活着，让我们行动，让我们温暖，让我们不再绝望。